好，一二三。我是云图等总部的工作人员，我叫尹娟。今天早上1点凌晨，我们从纽约出发，来到了华盛顿，到达了林肯广场。现在呢，我们全体党员呢，300多名党员现在来到了广场，各个的精神饱满。第一，让我们沉痛的悼念四川大地震死去的兄弟姐妹。第二，我们要纪念19周年六四学生运动推翻独裁主义。现在呢，我组织大家来唱一首歌，团结就是力量。请大家跟我一起唱，我起个头。团结就是力量，预备唱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电，这力量是钢，比电还硬，比钢还强，向着法西斯的开火，那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是花，向着太阳，向着自由，向着新中国，发出万丈的光芒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铁，这力量是钢，比铁还硬，比钢还强，向着法西斯的开火，那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是花，向着太阳，向着自由，向着新中国，发出万丈的光芒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